让我来听一听。这里被驯化了，我要野化它。炸！我找东西呢，等会儿啊。他一滴血的 W 吧？啊，一滴血的 Q。那我就推线吧，一滴血的 Q。一滴狼炸！哎，哎。莫嘎拉带的传送啊、哦，没事儿。再见。光荣的死比你的生命更伟大。怎么样？嗯，有小兵，我上了。哎呀，我这扣都能中，简直了，还行啊。看看来个什么？这莫干辣一样，我们还是出右装。水银海呀、哦、水银海不着急，我们先进草丛然后炸它。一技能炸，让他猝不及防，插个眼儿。让风暴追随我的脚步。这莫干辣这玩意儿上打打大一下可恶心人了。对了，大家如果别的英雄打不过啊，就可以拿莫干辣混，知道吧？你打别人，哎 ，W 烫，别人打你，你就 Q 他。Q 过来，走位，一技狼炸，掏，然后这玩意儿打不死，可烦人了。抠你一下就半管，技能还远，算了，不控了，跟他慢慢推，他推我们也推。别吃他抠就行了，慢慢推。马上他要升了，我要升了。哎，这咋还不升呢？快点升！
他生不？好，他一 W 就没了。这波吧，我本来想放一个，哎呀，我想搞个配合，你们知道吧？没配合好这波，我想配合什么来着呢？哎呀，我本来想配合一手，但我没配合好。哎呀，算了吧。旧伤愈合以后，该干什么？回家吧。你直接 QR 这东西吧，这是需要摁的它比较多。来个水银海加日炎出门。这红 buff 我看螳螂应该不要啊。完了，这兵一个也补不着了。哎呀，打个红吧，打个红出出气。我们在线上丢的兵从野区找回来。走，去野区找黄子儿去。这波黄子儿刚好啊，要过来打 F6， 不是 F6 啊，刚好要过来打蓝 buff， 在这等他。来啦！给我框里头了。对了，披挂着雷霆再次崛起，区区还是有点低呀、啊。是我塔皮是吗？莫干了，直接往后一走。嗨呀！你大爷的！算你跑得快。这都能打着我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我操！黄子来了，走吧。黄子可能要来了，我们撤一走。许多人都想终结我，我的双火护手呢？把它出出来。是我的哥，不行了，我这嗓子不行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平和一点。
炸，这给他跑了。下波我们有大，直接越塔杀他啊！38秒，很奇怪呀，这个扣。我是吸铁石，我不上，你这别人不补拉倒。可能还得等个点盐，没点盐还杀不了莫甘娜。这英雄好难杀呀。曾经历史是用尖牙和利爪书写的。我要吃塔皮了。我掏你，是不是有点装了莫干了？掏给呀！你大爷的，防御塔又能有什么用？这回知道跑了啊！我掏耶炸！我不杀你，掏！你跑个屁呀！你到底打不打？能不能给我个数？你到底打还是不打？我来了，给我杀莫干了，先炸完我们再晕掏。哎，没事，我不赢了，扛不住了，交给你了。我们先掏一下，然后勾引黄子儿吸血。这能杀吗？可以杀。你来。啊！别！没点烟啊！这点烟给我点死了。哎，泰坦怎么跑上来了呢？我一点蓝都没有啊！板甲，狗熊不出板甲肯定是不行。是谁的心在召唤王道？劈开肉绽，头破血流。这才是莫尔利加德应有的样子。队友咱就不管了，先把上路都给他拆了。哎呀，投降了，我的天，有点快呀。